下次上课啊，我要听到这首曲子的开头跟结尾。嗯，要多多练习。好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迟到了。没事啦，以后不要再这样。嗯，好。多练习。先走了。老师路上小心。谢先生。嗯。刚刚徐同学请我把东西交给你，因为你在上课，所以他就先走了。晚安，谢谢。光光，我们回来喽。妈，你们怎么提早回来了？事情早点就回来了啊。哎，你这几天有没有乖乖的？嗯，有啊。怎么觉得你好像要变瘦了耶？嗯，有吗？这个蛋花汤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最近发现这个……不要吃这些不营养的。哎呀，最近功课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爸爸在跟